等你这鸡蛋等了好久了，这么多鸡蛋我就不客气了。老公又偷吃，看我怎么整你。天天想着算计我，今天被我算计了吧。你别笑呀。哎，嘴巴你选一个吧。哎呀，那我去我跟前这个得了。哎，嘴巴，我饿了，今天要不我先吃呗，要不一会儿我再给你抢呢。哇，我还煮鸡蛋和面条。你咋有鸡蛋呢？我自己煮的呗。撒谎都不带眨眼睛的。你嘴吃啥呢？你就造吧，反正我有烧鸡。哎，你要不怕我抢，你就周啊。你干我呢？我吓唬你呀，你照亮照亮吧。这毒字让你装的，你等一会的。有人。啊？真香，哎呀！这玩意儿挺好喝啊，我得多喝点。你就属毛毛虫的。媳妇儿，这玩意儿好喝吗？好喝。好喝，你多囤点，正好我也爱喝，媳妇儿。那脸都扯大了。姐妹们，我们喝的是燕窝银耳豆浆粉啊，真的太好喝了。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，只有豆浆粉、银耳、燕窝粉，没有添加香精、色素、防腐剂。咱老人、小孩，包括减脂期的姐妹们都可以放心喝啊。平时温开水冲泡就可以了，简单方便。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早餐呐、午餐、晚餐、代餐都可以啊。喝起来呢，就是豆浆的浓郁香，加上银耳的咯吱脆，以及燕窝的丝滑感啊。这些29.9块发三大袋，我已经觉得很划算了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5.9块到手，整整四大袋，还送一个同款那个胖胖杯，而且每袋里面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，出门方便携带。趁着活动还在，需要家人们抓紧去拍吧。我吃饱了，你快吃吧。哎呀，你不说呀，我也要吃了。哎呀，你这哪整的烧鸡呀？这是啊，我尝尝。有人，我尝尝。我的。有人。